混血名模 Akemi 化身星际公主，梦幻白纱造型诠释空气美学。川林工业集团今七日举办2018三菱重工空调新品发表会暨45周年庆祝大会。川林工业代理之三菱重工商用中央空调产品线2018旗舰机种正式登台。此外，为欢庆川林集团45岁生日，透过航向未来星际情境的日式太古表演揭开序幕。三菱重工空调营业部长渡边清莉林祝贺，代言人香月明美 Akemi 也性感演绎航太及空气美学，宣示三菱重工空调2018年 KXZ 旗舰机种正式登台。日本巴西混血名模香月明美 Akemi 自2016年成为三菱重工空调之品牌大使。因 Akemi 从小居住在日本，爸爸刚好是日本三菱的员工，从小对于日系品牌就有极高的信任感和好感度，因此连续三年为三菱重工商用中央空调代言。Akemi 近期因在国外拍摄外景节目，柬埔寨、斯里兰卡和澳洲等地的大自然空气非常好，但回到台湾因空气品质不佳，在室外走动反而不太适应，因此他特别在意室内的空气品质。而今日 Akemi 性感化身星际公主，率领22位外星军团，她表示感到非常荣幸能诠释此角色，也因为三菱重工空调 KXZ 旗舰机中采用航太及空气管理科技，精品级的室内空气让她很放心，很期待能与三菱重工空调一起捍卫地球巨空屋，缔造空气美学的新时尚指标。